主播要玩哪个伺服器？不是我就不会玩哦，教我玩，一直问要玩哪个伺服器。不然改天玩好不好？改天玩，我先问一下那个 Big D， 麦块大师 Big D 要怎么？哎、欸，还是 Big D， 还是 Big D 没有买正版。我看到有一阵子在玩麦块啊，还是 Big D 没有买正版。一发125，爆头250，对啊，我就记得有些很多人都会被半藏那个射头就直接秒杀。左下语言什么东西？这个Big D 有没有买正版啊？哎、欸，卡我们发。盗版狗毕格迪，没有那么说我要玩就玩，你就不会玩呐、啊？嗯，什么游戏一开始都不会玩，摸两下就会。谁知道他们说他选什么伺服器啥小的？主播，你玩这游戏至少要暖身玩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，你才会想玩这游戏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选择世界什么鬼啊？所以有没有懒人包？有哪个世界可以选择的？先玩单人，那、啊、我不是进单人的吗？我不是进单人吧？要选择世界啊！所以要建立新世界，是不是？创造无限资源，自由飞行，瞬间破坏方块，生存，搜索资源，合成，提升等级，生命值和饥饿值。和生存模式相同，但是锁定在最高难度，而且只有一次生命。所以要玩什么？生存是不是？2.2K 红展新世界。极限，你妈啦！我第一次玩完极限就死了。生命生成结构开启世界类型预设，允许作弊，允许作弊还可以开哦。世界生成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？建立先找毕格迪拉麦块大师，让你马上上手这款游戏。哦，用 WASD 来移动，用空白键来跳跃，然后你都不能用。解锁新的合成配方，查看你的配方手册。配方手册要怎么查看？
都在 Discord 里面。手册要怎么开？开启你的物品栏按一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合成啊？是要怎样的？我不知道。这游戏是要罚这个，然后去盖家，是不是？砍树把木材合成工具台，要去找合成表。喂，你的窗小。请问这个跳？喂，伟航。嘿。嘿。你先去砍树好不好？然后做工作台，再慢慢伐木，可以吗？对啊，你叫我先去砍树，又叫我伐木啊！我现在不就在伐了吗？对，你把它伐一个木头，然后它可以做四个可以合成一个工作台，然后你可以不要跳着伐吗？你很像弱智，可以站着伐吗？啊，他那个木头比较高，我不跳起来哪打到啊？你可以垫一个泥土块再拔。这么有深度的游戏哦！真的是当然啦，我玩这个游戏盗版不是，我玩这个游戏买正版号已经玩很多年了。工作台。看哪个是工作台啊！妈的，大哥，哪个是工作台？你把木头先，你放一个木头在右边的格子那边，放个木头在右边的格子。对对对，然后是不是生成四个木材？哎，对，有看到吗？然后把那个四个木材拉下来，再把那个四个空格合起来，就会变成一个工作台。然后你要做东西的话，就可以在那个工作台上面合。四个木头拉下来，然后跟什么合？你四个木材可以拉下来，对，拉下来。然后再放在右边那个合成表，然后再合成一个工作台，就可以开始做你想做的东西了。三木按钮，没有，你要做成一个工作台啊！你要把那个四个木材合成一个工作台。What？ 右上角不是有四个空格吗？把它合在一起。欸、不是，每一格都填一个木材。对，它可以分格。还是三木块三呢、欸？不是要分成四个都填满，填满啊！不是，大哥是木材，不是木头。你原木已经满了，是那个木材，你刚刚合成的那个四个木材，把它合哦，对，对，这个是木头，那个是木材。工作台啊，怎么合成？加按一下那个书是不是？不用，就四个那个空格都填满了之后，它右边就会合成一个工作台。撑不到30分钟。哦，工作台啊，就可以直接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好有深度的游戏呢。
拉下来的时候，你把它拉到你下面的那个列表，就可以开始放在那个地板，开对它右键就可以做工具了。真的是麦块大师哎、欸，牛逼哦！当然要骗女生就要会玩麦块啊。好，我先去打 CS 啦，你加油啊！哎，干，你知道怎么做东西？喂，哎，你要把它放在地板啦，然后在右键对它，右键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说的还好玩那种。太简单了，这游戏没有难度啊。还要摆成这样才能合成哦。要照他的方式摆啊。他怎么把这个捡起来？你一样，他就是一样。你先把你的原木，你原木要多一点，然后把它合成那个木材。木材放中间那个跟中间的下面，就是第五个跟第八个可以合成木棒吧？好像是这样吧。不是啊，我说怎么把工具台收起来啊？我丢在一个很低能的，把它拔掉，把它拔掉，就是用左键把它敲掉，左键压着压到底，把它拆掉，跟砍木头一样。哦，啊，这个游戏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有怪啊，就是下面有地洞可以探险啊，然后有 boss 啊什么的。有怪，我怎么没看过？对啊，你照你这个进度，你等一下晚上应该是要开始那个绕跑了。晚上有怪，他晚上会生怪啊，他等一下会，而且你又在森林，你应该会被射得不要不要的。这有没有办法打快一点啊？打手枪是不是啊？可以做斧头啊，你不是有工作台吗？等一下我找合成庙给你啊，我快看不下去了，等我一下。不要啊，兄弟！我找合成庙给你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香丝木木材什么鬼？我贴在你的 Discord 啊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、啊。哎、欸，要怎么分辨这是什么木头啊？木头的颜色，木头颜色没有差、啊，那个只是颜色而已，就是都可以。不是啊，所以他说他要相思木，所以我不用找相思木，我只要有木材就可以了。木材就不用啊，木材就你刚刚照你那个方式做就好了。你先把。你先把那个合成工具台放地板，然后放木头，然后再放把它做成木棒。喂、欸。不是，东哥，你现在这个是原木啊，你要原木不能做那个啊，你要先把它做成你左边的右边的那个木材。
你再放一次，再放一次。刚刚这个原木放上去，然后它右边会出现木材，然后把木材拉下来。哦，对，然后木材再放上去，你刚刚那个摆的方式就变成木棒。哇，太神奇了，这游戏。我好像按 Ctrl， 然后拉的东西可以全部拉下来吧？我记得这样。哎、欸，我装起来了，我装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晚上了，是吧？应该是晚上了吧？没有人啊！你让你拿木棒冲他小啦！哎、欸，摔倒啦，扣血了！哎、欸，我先去打 CS 啊，我那边开始啊。等一下，我那个条子北北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条子北北？你等下被干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他怎么打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什么鬼啊！操！我怎么打不死他、啊？你有没有作贱？你拿工作台打人，打得死人是不是啊？这太快了吧！才一下子而已，忙就他妈的就有怪来了，怎样？所以动作要快啊！你赶快找个你如果真的会怕怪物的话，你开始就盖泥土屋啊，晚上的时候就躲进泥土屋里面。啊，这样子就挂了啊，就没得玩了。你是玩极限吗？谁叫你玩极限啊？底下偷练行，刚刚观众叫你玩极限吧？他们弄你啊？没有啊，极限就是我玩生存而已啊。你要按那个啊？你是玩极限吧？这极限吗？对啊，你玩极限啊？极限就是死了就嗝屁了就没了，你重创啦！啊，所以如果简单一点的。简单一点的是，等一下啊，我这个世界我死掉了就一定要删掉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就删掉了，因为你已经这极限就是这样子，你把它删掉再重创一个。你是正版的吗？我正版的、啊。哦，对对对，要玩正版的哦。我跟你又不一样，我宁可看你玩拉弓欺负牛仔都不知道你玩这个正版游戏能冲啥小。不然你想怎样啦？哎、欸，你先创一个，创怎样？不好说，看你有没有空啊，改天可以教我玩一下。我在跟燕妮打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可以不用去他们 Discord 啊，我先把你这边用完啊。你跟燕妮打？没有啊，我要自己摸一下要怎么合什么的、啊。合成存成表，我刚刚提到你的 Discord 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你先创个世界吧，然后。你是玩单人是不是？啊，怎么聊天是没有人教你跟他们一起玩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刚买，我连要这个游戏要怎么玩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你先再重创一个世界。搞，你现在要教我教他爽是不是？啊，你不是在打 Go？ 没差，他们那个炸鱼的，而且有燕妮在，我应该不用我吧。跟那个什么，这是跟那个野外求生一样的游戏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说我去加别人的玩，就是玩他的世界这样子，就要跟玩他的世界，然后要跟他打，是不是？也不用跟他打，就是跟他也可以跟他打，也可以跟他一起生，他这个有很多玩法，对，一起生存啊，盖爱的小窝、啊。我现在玩什么单人游戏？你就创世界啊！
新的世界。主播去找燕里他们炸鱼可以吗？好久没看你枪术了。哦，我怕燕里被我气死。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动？我看一下。你是切书法，切书法。切了什么？然后我刚刚有切啊，我想说怎么切来问的。这音乐真好听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游戏。挂波很好用，混时间很好用。这鱼也死人 ，POE 还好混呢、欸，真爽。通常是先和稿子跟剑啦、啊，然后就开始在地底下生活了。可是你开始玩的话，你就先和个剑吧，然后木那个斧头砍砍树吧。哎，生存还有他一开始就给一个木棒，对我这，他、啊、要怎么攻击？我看我都是用左手，他、啊、要怎么用？对，啊，我都用右手。你的攻击就是。你攻击就是不要攻击，一样是用左手啊，它就是按一下，然后它会有一个攻击的条，等那个条跑满了再按第二下才会有伤害，不然你一直连按的话，它的伤害会。嘿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等下打怪的时候，你有看到你现在在伐木或伐树叶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吗？有一个剑。Hey, 有一支箭，那个箭要等它跑满，打人啊，我就说打人部分，挖东西不用，挖东西一直挖到底就好。打人的部分的话，你不可以一直让那个东西在跑，你只能按一下按一下，就是要让它回准。哦、你可以先做一支箭出来吗？工作台做出来，先做一支箭吧。第八格放木棒，然后上面二跟五放木材，木材而不是木原木哦。第八格放木棍，第八格然后五跟二放那个。你说跟数，它是对数字键的吗？不是对数字键，就是你九宫格，你的九宫格。第八格放木材，放一个木材，然后其他格放木棒。你还没做出木棒，你要先用那个木材做木棒。妈的，这游戏是怎样？第八格放木材，其他格放木棒。空的、啊，大哥。空的。八是木材，二跟五放木棒，不是其他格。二跟五，第二个跟第五格。哎、欸，木铲吗？哎、欸，木剑是两个木材跟一个木棒哎、欸，大哥。哦，对啊，我讲错吗？一个木棒啊，然后两个木材啊，哦、我讲错了吗？不好意思 ，sorry。木剑，他怎么砍人？
还是他对着东西不会攻击？你是不是左手拿着那个，右手拿着那个？你是左手拿剑的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左手拿着剑啊。左手拿剑用左剑攻击啊，右手拿剑用右剑攻击啊。我好像没在看你画面。我点左剑，他还是哎呦，怎么有狗？别打狗，别打狗，真的，你打不赢他，是疯狗，他比你十岁还疯啊！你放错地方了。啊，只能放这啊！再按一次 F 看看。哦，太厉害了吧！欸、屁嘞，三下就打在地上了！你跟我说他疯狗，那是狗吗？还是那是牛？嗯，这是狗吗？啊，这是牛啊！我怎么知道啊？看起来像狗啊！啊，这人到底敲爽没啊？可不可以罚快一点啊？你要做那个啊？做斧头伐木啊！哇！然后你等下还要做个稿子挖矿啊，这样会完了吧？哦，太神奇了，这游戏 amazing game。木锄是木锄吗？木锄是耕田的，兄弟。所以是要和什么木？我没有看到木，我没有看到斧头啊。斧头就是五跟八放木棒，然后二三六放木材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我不一定是对的、啊，因为我有点忘记了。五跟八放木棒，二三六放木材。对对对，应该是吧。我很久没挖了，应该是吧。木斧哇，太神了！来了，弟弟来了。他为什么左右手只能装一个啊？看白痴是不是啊？装一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斧头跟剑只放一个啊，然后左手就一定要放一个那个圆圆的在自己的手上，白痴是不是？你另外一个要放在下面那一排工作列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是要怎样按一下就坏？哦，哎，对对对。哎呦，不错哦，难怪最近满面春风哦。所以它配方就是一直不停的挖东西，然后挖到新的东西就有新的配方。你等一下你要挖铁，然后它的矿物你就是可以做一样的方式去做，可是铁比较不同，它要用烧的。你等一下烧完变成铁锭的时候才可以照那个木材的放的方式。你要先去那个往下挖，你要做一个挖矿镐。挖矿镐就是上面一排全部都放木材，然后下面五跟八放那个木棒。
这游戏也太复杂了吧。我有印象了啦，我以前好像有玩过这个游戏，对不对？跟龟狗吗？不是啊，我有玩过那个手机版的啊。有啊，就是类似一样的啊。哎呦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么烫！火烧木头。欸、着火啦！被火烧过的木头没有特别。你该先去找挖煤矿吧，不然你家晚上会很暗嘞、欸。你怕不怕黑？男人哪有在怕黑的？剑先拿起来啊！哦，对了，绿色的怪物不要碰它。绿色的怪物不要碰它。有一个很绿的，会嘶嘶叫的，像蛇一样嘶嘶叫的，不要碰它。哎呦，这个是掰咖是不是啊？摔一下就他妈扣一截血是怎样？这里怎么一直着火啊？欸、好亮！这里面，这里亮亮的。我现在先拿什么木原木合成木头，看它是不是还是合多一点的，然后木稿，所以我要和木稿、木斧跟木铲，是不是？差不多，合完就差不多可以那个了。差不多可以的啊，要等晚上过吗？还是不用？一开始你应该是尽量等晚上过了，因为你可能会喷装。可能会喷装，就是你等下如果被揍的话，有可能会喷装。啊，我现在没血了，要怎么办？没血哦，吃东西会补血。你刚不是打一只牛吗？你去挖石头，把它做成熔炉。挖石头。嗯，挖八个石头，中间那个不要放。其他格都放石头，就会变成熔炉，然后把刚你的肉放上去，把它煮成牛肉吃。这个吗？干，这个有够硬的。你用手挖石头，你不是有稿子吗？哦，我这是用手挖。那个是石头吗？为什么我道具栏里面没有石头？因为你用手挖，用手挖不是挖掉了、欸，用稿子挖了哦！我的天，哇哦，神奇了呢！这游戏神奇了。哎、欸，兄弟，我等下回来，他们快结束吧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刚刚说啥、啊？他
他刚说啥？怎么做熔炉？安山岩。为什么玩个麦块也要开启客家模式？操你个兜！什么客家模式不会玩哦？他刚说啥啦？合成熔炉，哪里有熔炉？萤火不是这个吧？石头围成一圈 ，OK。中间那格不要防其他放石头。哦，完成进度，石器时代，太神啦！石器时代。地格低，注意你的口气哦。我刚玩也是这么鸟，不然你想怎样？等于等于。所以这个岩石要怎么弄？少一个啊！不行啊，怎么干？这怎么合啊？操你奶奶的，受不了哎！他们是被炸了，他们是被炸了，不然为什么他会说要那个？他是被炸了，所以要跑掉。主播要用鹅卵石做。鹅卵石，花岗岩，那很山小啊，这根本找不到那个石头啊。还一定要鹅卵石做，鹅卵石在哪里啊？就叮一声。叮一声是挖到宝了，是不是？这都不是鹅卵石啊，鹅卵石到底在哪里？爆气咯。经验值哦，你挖的是煤矿，上面啊，这个哎耶，这是难民游戏是不是啊？熔炉，哇哦，神了神了！哦，熔炉做出来之后，他刚刚是跟我讲要干嘛？熔炉出来之后要煮肉。生牛肉，生牛肉要加什么？加火。哦，牛排，牛排要吃起来了。哎，太老了，太老了，我要吃深一点的。牛排，太神了，牛排。干，这个是要打多久啦？妈操！
哎、欸，这要打过去才收起来啊！妈的！拿铲子哦！别他妈用手用稿子！这个人一直追着我，他主动怪，该不会就是这条食尸蛇吧？手是用来打手枪的，不是用来挖熔炉的。魔物猎人，太神啦！食尸蛇，这个绿色的吗？也太烂了吧！随便绕一绕就死了，一点没屌用哎、欸，那家伙。他怎么吃牛排啊？喂，这牛排怎么吃 ？Hello。有人要不啦？啊，牛排怎么吃？右键？屁啦，右键拿出来而已啊！放手上用右键，哦，哇，吃了吃了，回血了回血了，好爽啊！牛排好吃，小马死去，太神啦，刀客！哎，怎么都没有怪啊？我要怎么拿什么皮革？怪在哪里？这岛是没有生物的，是不是？这路少怪。哎，找到你们喽！还敢调皮？还敢调皮？妹，笨羊，还敢调皮，还敢调皮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沙羊客是我，有没有强一点的怪啊？这有没有强点怪？没有强点怪，我都没办法使出我的蛇皮走位。哎呦，水里面有东西。下面，下面一位。哎、欸，他躲进去怎样啊？跟我对决的、欸。躲下去啊！你妈的！啊，这些人都不会挣扎哦，那么烂哦、啊。跨沙小，跨沙小，哎、欸，我不扣血了，没气没气。
啊，好不容易补的血又没了，干没气啦。我打！还敢调皮？这样应该可以把血补满了吧？够多肉了吧？这啥？这是不是礼物啊？我怎么看到有一些什么饼干？羊肉墨囊生鲑鱼。这样你现在是哪里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我已经送这些小妹鸭妹妹回老家了。好，那你可以做一张床了。哦，烤羊肉。你不是有煤炭吗？为什么要烧木材啊？啥啦？我有煤炭吗？煤炭可以烧比较久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木头看起来比较好拿、啊。可是木材烧很快啊，它你一个煤炭可以烧完这五片肉，可是你这个木材可能要三个或四个。没差啦，木材这么好伐、啊。好吧。煤炭是不是很难找？煤炭很好找啊，随便挖都有。我现在先多做几把木头，那个斧头啊，镐子都快坏了。石镐哎、欸、哇！木棒哎、欸，这个游戏是谁推荐给你的、啊？该不会是 KYT 吧？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那就是啦，我操！木棒、鹅卵石、石剑，哇！为什么我鹅卵石剩一个？干嘞，妈的鹅卵石！那你要再去挖石头啊？不是啊，是石头。你有个镐子，然后你就再去挖石头，然后就可以做成。鹅卵石都不知道去哪里挖、啊。你好，我教你怎么挖。来，你现在。正看正下方，你正下方，然后开始手动挖。等你的手开始痛的时候，就可以拿出镐子。正下哦、啊，面对正下哦。我先合个镐子啊，镐子快烂了。石木镐。What the fuck？ 木材也不够是怎样？我刚不是还有一堆木材吗？你木材拿去烧啦！你去熔炉里面拿出来啊！我看有二十几个、啊。哦。在熔炉里啊。哦 ，sure。在熔炉里。鹅卵石加猪肉加仙草可以合成米红斩刀。什么鬼东西啊？什么米红斩刀？不用做一个就好，兄弟，你等一下要做石镐了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你刚镐子快坏了。够了够了，一个就够挖了，一个就够挖了，真的，一个就够挖了。你说从现在然后开始往下挖是不是？往你的正下方开始挖，然后挖到变成石头的时候就开始拿镐子挖就可以了。你记得先把你的熔炉跟那个和工作台一起挖掉，因为你等下到地底下了。哎、欸，干，跳不回去啊！
你要拿镐子挖石头，亲爱的。我先把这个烂掉的镐子用烂好了。对对对，然后用，啊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先拿那个格子，就是泥土格，把它放在下面的工作列台，把它下，然后你可以拿来垫垫高，就是如果你要跳上来的话，就不用挖了。粗泥是不是还是什么？对对，就泥就泥土，就你刚刚挖的粗泥，可以拿来垫高。OK， 哎呀，听哦哦嘞。要不要做火把、啊？木棒加煤炭，煤炭在上，木棒在下就可以做火把。不用啊，我的荧幕开得很亮、啊。可是你的观众看得很黑啊！为观众想一下吧，我兄弟。绝不屌垃圾。做一下啦，操！我要放手工作台还是不用？就不用不用不用，直接放在右边那个。木棒加煤炭。那个煤炭。干火把才四个而已，他妈的！好像什么都要木棒，先多做一点木棒啊。然后我把火把放在手上，是不是？对，放在刚刚那个盾盘那个位置，就是左手上面。然后呢？没有变亮啊。他要插，你要插在那个。哦哦哦。会亮很多啊。房间都闪亮亮了起来呢。你现在可以做石镐啦，兄弟。然后把它敲烂，免得占我格子。就直接丢掉啊！你怎么，你有这么客家、啊？我一向都是节俭出名，好不好？有剩菜剩饭都要吃掉，绝不浪费。敲敲手，这用手敲会受伤哦。不会啊，欸，你挖到煤炭欸。欸，你真是太客家了吧，敲到要用手欸，你真是客家蜘蛛欸。赶快啊，工作台放下来啊。放啦放啦，石镐。实践还有什么？石斧、石铲，铲子有用吗？铲子目前没有用，那挖泥土的你用不到。哎，反正你都拿镐子挖泥土，哪有差、啊？获取升级，升级了。哎、欸，东西满啦，妈的！哦，就哎，看、欸、火把能捡起来吗？可以啊，敲它。我羊肉这么好吃哦，吃一下血就满了。你右边那个是你的饥饿度，然后左边是你的血量。你只要血量没满，就吃东西，把那个右边的饥饿度吃满，血就回满。
北韩矿工游戏是不是？只会挖矿。你现在挖的这是煤矿，你家可以做很多火把。那、啊、我现在怎么上去？不用上去啊，你要去挖铁，你先上去要干嘛？所以要继续往下挖啊、哦。对啊，你要挖那个一格黑黑的那个是煤矿啊，兄弟。可以坐床睡觉吗？干嘛？这个游戏不睡觉会死。不睡觉会有怪会过来，那个你只要一睡觉的话，怪就会消失啊，就是晚上会生怪啊，可是地底下一样都有怪啊。你先把那个煤矿挖完好不好？哪个是煤矿？黑的那个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黑黑的。啊，这游戏升级有什么差、啊？可以附魔，就是玩到后面可以帮装备附魔，等下会打怪啊，或打 boss。或是你挖矿的时候会有更快的速度，这么牛逼的、啊！插一下火宝宝。看着很痛苦哎、欸，画面很暗哎、欸。挖到外面了，哎、欸，我的，哎呀，好黑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你下面是矿坑哎、欸，要不要下去？哦，对了对对，栋哥，其实你也不用挖那么多东西啊，因为你等一下如果一个不小心，你就东西都没了。啥？什么叫一个不小心东西就没了？你等一下就懂我意思了。哎、欸，你刚刚外面不是有个矿坑吗？你怎么不直接顺着挖下去？刚刚画面有个矿坑，就是你刚刚走出去的时候，走出去走到外面的时候，它下面是矿坑啊，你可以跳下去挖。然后你可以先做一张床，床可以建立那个储存点，就是你死掉的话，你会复活在床的旁边。白色床，床还有颜色，白色地毯。QYD 找你来玩，为什么没有跟你一起挖、啊？你们两个应该盖个什么爱的小窝之类吧？他叫我玩，他不找我玩。哎、欸，东西不够啊！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做一般的床，用木头做一般的床就好。那你就直接放上去啊，颜色好像没差吧？你有羊毛啊，你把那个两个白色的跟一个黑色或是灰色随便啊，你就放上去啊。
你我你我你，你那是羊毛啊，哥！我操！你睡这么硬的吗？你的床这么硬的吗？我放完啦、啊，都不让我做啊！我放两个白的，一个黑的，然后三个木头啊，帮我做啊。所以还是要颜色一样，对不对？哦。操他妈的！1.14哦啊，不能混羊毛啊，这版本是1.14。那你要再去杀一只白色的羊。我现在在北韩矿工啊，我已经到地下工作了，我连现在白天还是晚上都不知道啊。走出去啊！你已经挖出去了不是吗？你跳上去，你先跳上去，兄弟，你先跳上去。你看一下外面是不是亮的？亮的。矿工要走人了，九操！现在是白天啊，现在是白天啊，赶快去抓一只小白羊。掉下去了。哎，下面有土人呐、啊！妈！哎妈！哎妈！神奇身法！哎，怎么多人？哎干！对嘞！明天多点时间再玩这个好。会开台啊！哎、啊，你现在在玩什么啦？我们没什么啊，我们就玩 PUBG 啊，等龟狗啊。你们在玩 PUBG？ 等龟狗？现在没玩啊，我是说等一下，因为他们玩完啦、啊，现在没干嘛。你可以打撸啊。